好啦，我哋試下睇下阿燕姐示範啦。OK， 壓係啦。嗱，個腳踭唔好掂地。嗱，見唔見到咧？嗱，好明顯啊，燕姐好慣性用腳踭掂地，呢個應該係練開深蹲練翻咧。係，因為你我哋打籃球其實好少腳踭掂地。是尤其當你運球的時候，你是隨時喐噶嘛，明白？所以要用翻一樣嘢就係我哋咧核心要用力嘅，點樣怎樣令自己咧升翻起個人？因為咧我哋唔會用腳踭嘅，記住，盡量唔好用腳踭。腳踭我哋點用呢？一般係轉身嘅時候會用，因為我哋係先停再用腳尖做軸心嘅話咧，即係我哋轉身係先腳踭後腳尖。就會用好少機會都會用到腳踭，除非例如好似射波啊，你就會用到腳踭。但係而家運球嘛，你運緊球，盡量唔好用腳踭。係啦，用整個前掌。係啦，你見到燕姐已經烏緊前啦，升翻起個人，唔係睇住升起，將呢度拉起，係啦，然後拉上去，拉上去，係啦，拉拉係啦，拉係啦，盡量腳踭唔好掂地，拉拉好啦嗱。而家咧，你會見到燕姐咧向下嘅力量會特別強。嗱，假設你當運球嘅時候，我哋用嘅力係一百，即係整個行程係我哋用一百嘅力。如果你用咗九十向下咧，你就只能用十嘅力向上嘅啫。所以你落嘅時候喺呢個練習入邊落嘅時候唔需要太大力，你要練習向上嘅力量，向上嘅力量拉上去，上嘅力量。大過落的力量，明唔明白？試下咯 ，Go， 壓拉拉拉，好啦，你會見到咧，阿燕姐而家拍波咧，嗰條線就喺前面嘅。如果你個波喺前面咧，你就會好反腕嘅，明唔明？所以記住，我哋個波係喺呢一度。嗱，我企喺條街度，拉，你係一個圈，類似一個 D 字 ，D 字。D 字落翻去，壓拉起，拉起，拉起，係啦 ，good， 控制住喺條線上邊，兩隻手一齊，準備壓拉起，係啦，一路向左行，係啦，拉起嘅時候向左，係啦，唔好烏前啦，盡量係用呢度嘅力壓落去，壓拉，壓拉起，壓拉起，個波要縮後少少，係啦，壓拉起，拉起，拉起。拉起好嗱，記住運球嘅時候，我哋而家要拉起個波。我哋拍波嘅時候，我哋係用爪嘅，順住個波嘅力量拉上去。拍波我哋會有兩個手法：一縮手，二伸直隻手。伸直隻手一般係柔啲嘅，就要咁樣拉。我哋真係起動嘅時候係縮手嘅，我哋係 push 出去嘅，明唔明白？所以我哋係拉拉。拉伸直嘅手，拉上去，拉上去。尤其當呢個運球，嗱，而家我哋練習就打橫。我哋比賽向前嘅時候，我哋更加係要扭住條腰，保護個波。個波基本上係直情喺後面嘅，我哋就要保護個運球。明白？我哋要望到前面，亦都可以隨時保護個波。所以個波一定喺後面，你要慣性個波喺後拉運球。明明白，再嚟咯。繼續去拉拉拉，挺起挺起挺起，阿平哥嚟啦！兩個人兩個隊友練習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保持喺一隻手嘅範圍，你會發覺陣間佢係咁騰後嘅。準備 go， 係啊係啦嗱，睇下乜路向緊後噶啦，佢會係啦拉係啦嗱。當你有嘅我哋翻去，當你有個隊友喺隔離訓練嘅時候咧。你就會明白你個運球係好容易俾人偷嘅，所以你就要盡量拉後升直個人 ，go， 係啦，拉拉起，係啦，嗱，你開始冇咁中前啦，因為你會嘴到佢啊嘛，所以你就唔會中前，係啦，
落翻落條街道啦，吞後咗啦，捉翻佢翻嚟，吞後咗捉翻佢翻嚟，拉，係啦，嗱 holding 啊，因為個龜前邊，記住喺後邊拉，拉，係啦，拉壓，好啦，去到中段開始咧，阿燕姐已經唔會再用腳，嗱，記住，即係兩個波，記住，我哋係拉拉壓拉壓拉，你係同個波同步嘅。一起落一起上，一起落一起上，一起落一起上，個感覺係咁嘅。再嚟多次呢度開始，整個身體去運球，壓拉壓拉拉拉嗰下停咗啊，拉個要一起上，係啦係啦 ，soft 啲嗱，見到燕姐一路向後褪啦，係啦拉壓拉壓拉壓拉，係啦，未合格嘅我哋陣間再練下，好啊，到阿平試下啦。壓係啦，用身體壓落去，壓拉好停。而家淨係向下啫，冇拉過向上。你咧，因為咧呢個就係啱啱講嘅縮手運動，縮手。記住落嘅時候唔使用手力嘅，放落去。我哋淨係拉，淨係拉，你都可以運球。盡量用上嘅力，係啊，手嘅力再減細啲。壓拉用身體嘅力壓，係 good 油好多啦，係 good。好拉再油啲，向下再油啲。是啦，用多啲腳嘅力量 ，go， 壓落去，係啦，壓拉，細力啲，手再細力啲，記住你手力越大力向下，你係越冇得拉向上。而家都係大得滯啊，再細力啲，向下細力，向上大力反而，向上大力，再向上大力啲，呢個波嗱睇住啊，睇住落嘅時候，基本上咁細力嘅啫，拉拉。拉壓拉壓拉壓拉，你噶你見到個波向上大力過向下嘅，明唔明白？你要咁樣做到壓拉，放鬆啲，向下再細力啲，係啦，向上用力。嗱，你記住，你唔係唔用力，只不過你將你嘅用力方向變成向上啫，明唔明白？再嚟啊！唔可以用你個波啊！好啊，係OK go 壓拉。好，我下次會買個兩個新。壓拉壓拉拉，再細啲，係啦，壓嘅細啲，上好靚啊！壓細啲，係啦，壓細啲。同樣啊，你見到咧，當有隊友喺前邊咧，阿平就會比較再直身少少。嗱，慢慢再將個頭抬起，因為你運球唔會係咁嘅，升起個人係啦 ，go， 壓拉壓拉壓壓拉壓拉壓。用核心壓落去，壓落去，拉起，拉起 ，good， 壓落去，壓，拉起，壓，拉起，係啦 ，good， 跟住翻去 ，go， 加油啊！壓拉，壓拉，壓拉，壓拉起，係油好多啦，開始，拉，拉，壓拉，壓拉，係啦，壓拉起，拉起，拉起，壓拉起。試下將個波收翻後少少啊，喺前邊啊個波已經係啦，壓拉 ，OK。第二 round 啊 ，OK， 第二 round 咧，佢哋我哋香港最高級別嘅球員啦，即係我哋香港女子甲一組福建隊嘅，即係同埋香港隊啦。你喺比賽入邊咧，喺你運球嘅時候咧，基本上你要有好多對抗，所以咧。在一隻手入邊咧，佢要開始推你啦，壓拉，唔係直情咁樣一下推埋嚟，壓拉係啦，壓拉，壓拉，壓拉係啦，你都唔可以甩個波嘅，因為當你上拉嘅時候咧，其實先最黐手嘅，尤其當敵人撞埋嚟嘅時候咧，如果我哋以前咧，我哋以前學一般人哋埋嚟，你就越大力。你越大力，當佢撞嘅時候撞啦，係啦，越大力撞埋嚟咧，佢黐住佢就可以唔甩手。但係若果我行進間撞埋嚟，你會通常會撞甩你個波。所以你要慣性喺對抗入邊。我哋唔係唔用力，但我哋用嘅係核心下壓同上拉嘅力，壓拉、壓壓拉、拉，係啦。就算推向後，個波都唔可以甩嘅。
明唔明白？壓拉 ，OK。得唔得？唔使推咁密，又唔使推咁大力嘅，輕輕推下，慢慢練習下。OK， 準備好啦，我哋第二彎練習啦，試下咧推下佢，等佢要控制到個波。好，準備 ，Go， 壓拉，係啦，係 good， 壓拉，壓拉，壓拉起，壓拉，係啦，壓拉，壓拉，唔使咁驚，阿平，你好驚你嘅，你係咪好驚你嘅力量？唔使驚，你俾啲力佢，俾啲力佢，壓拉。系啦，用力，用力，系啦 ，good， 压压落去，塞嘅时候系啦 ，go， 压拉起，压拉，压拉，推佢，系，俾啲力，俾啲力，系啦 ，good， 压拉，压拉，压拉 ，good， 一隻手得嘅，唔使两隻手，求其推佢边左或者右，因为佢真系撞埋你嘅时候，唔会两隻手嘅，一系左一系右，再嚟 ，go， 翻去，压拉，压拉，用力，用力，突然间推佢，突然间推，系啦，系啦 ，good， 压拉，系啦，系啦。系啦 ，good， 壓拉壓拉起，系啦，嗱，好明顯甩咧就係甩左手啊，所以個左右手個力量唔平均啊，再嚟壓拉，嗱，開始反腕啦嚇，記住係拉上去，系啦，嗱，停一停先，嗱，記住唔係反腕，我哋係拍之後整隻手臂拉上去，借個波嚟啊，我哋係拍拉起拉起，所以咧你個波咧唔一定係直線落嘅。反而係應該有少少翻嚟，上拉、上拉、上拉、上拉，明唔明白？我哋係咁樣會比較容易控制啲。同樣你比賽嘅時候，我哋都係咁，就唔係直之後拉向後，我哋係拉向後。我哋因為我哋咧係向前跑噶嘛，即係當你拍波嘅時候，我哋放下，我哋咪喺後面接翻咯，明唔明白？慣性係向拉呢度拉上去，前面兜個圈翻落嚟，試下嚟 ，go， 繼續壓拉起，拉起壓拉起，推佢，係啊 ，good， 壓拉壓拉，係啦 ，good， 壓拉壓拉 ，good， 壓拉 ，good， 係啦係啦，用力推佢 ，good， 好調轉拉推壓拉推佢。俾力，唔使留情嘅。你記住，你嘅對手唔會同你留情嘅都。壓拉壓落去，阿平開始冇用壓啦，係用壓嘅力量拉起。嗱，手太大力，再細力啲，上拉大啲，用力推，用力推，免啫，俾力推，俾力推，俾力推。係，我唔推得啫，我推佢哋瞓低。繼續，繼續壓拉，壓拉拉拉起個波，拉個波。嗱，呢個你唔拉起咧。反而你係會甩手嘅，記住，記住拉起嘅時候咧，你點騰都唔會甩手。再嚟啊 ，go， 拉，壓，拉起，係 ，good， 壓，拉，係 ，good try， 再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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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壓，拉，壓，拉，壓，拉，係 ，good， 吞後，壓，拉 ，good， 頂住，係啦，壓，拉，拉起，嗱，冇烏前啦，升翻直個人，升翻直個人，係啦 ，good， 壓，拉，拉，拉，係啦，壓，拉起，係 ，good。系 ，good， 压，系啦，拉，拉，系啦，唔好乌前，你记住，越乌前越冇力嘅。当佢推嘅时候，你向后蹬就得噶啦，明白？你越乌前，反而你谂住用重心同佢顶嘅话咧，你仲冇力嘅。记住，继续压，拉，压，拉，拉，系 ，good， 系啦，压，拉 ，good， 拉，系啦，拉 ，good， 升起少少，阿平个头向上望，系啦，压，拉。Hi, good, good try,